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的 Patty， 今天带大家去看大坑的绿化花园三房单位，现在即刻跟大家去看看。绿化花园位于大坑径的25号，发展商是和记黄埔，于1986年入伙，共有两座，一共提供396个单位。屋苑的门口已经有小巴总站，5至8分钟就可以到达铜锣湾 CBD 啦。今天介绍的单位是位于中层的 D 室，就面积962尺。二座的受欢迎之处就是因为这里的景观非常开扬翠绿，客饭厅相连，间隔分明。实用之余亦都有对流窗，入去个厨房看看。厨房以钻石形设计，增加了活动的空间，亦都有一个平台是作为晒浪区，分隔开油烟的地方，亦都有足够的对流窗，干湿分明。工人房已经设置了有足够的储物空间和床铺，洗手间亦都非常之阔落，因为楼底高还可以做多一层来摆东西。工人房和厨房有客饭厅相隔，寝室区亦都有道门，增加私隐度。右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是洗手间，非常之阔落，亦都有对流窗。而左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是睡房，可以放到双人床。翠绿的山林山景，亦都有一个衣柜。进入左手边的第二个房间都是睡房嚟噶，呢间房咧更加阔大，同样有翠绿的山景。第三个房间就是主人房啦，呢个是套房嚟嘅。洗手间以浸浴为主，亦都有对流窗，相当阔落，可以放三边落床的双人床，亦都有入场衣柜，翠绿的山景。睇完呢个单位之后，中唔中意呢？如果有进一步的查询或者需要日睇楼咧，就快啲 call 我啦，拜拜。